大家好，昨天晚上大胖生了三个胖娃娃，我们去看一下。今天早上生了，你看，我特意搞了一点芒杆给他吃啊，这个芒杆啊，你看，又多了一个，四个，我以为三个，你看，原来生了四个，哇，你好乖哟，哇，好好待宰啊，你看，他的小肉球一样，啊。就是很温顺哦，这个大胖一点都不凶，要是别的祖鼠的话凶得很啊，你看四个，现在有四个，给你加餐一个芒草哦，多吃点芒草啊，对身体有好处的啊。他现在待宰，我们就不把他提起来了，小崽我们也不拿上来，因为他刚下完崽，情绪不怎么稳定的，我去把那个小胖抓过来给他看一下，他做老爸了，看他高不高兴。小胖，你知不知道你大老婆生了？你看你的小老婆到现在还没怀孕。来，走，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的小孩。来，我带你看一下你的大老婆，也看一下你的小孩，母子平安，四个娃娃。你看，给你看一下你的小孩。不知道是大胖儿子还是大胖女儿，看看就好了。